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现在是这样，如果检方有冷钱包的话，可是私钥跟这个助记词放在别的地方，其实这个有私钥跟助记词的人可以把这个冷钱包的钱透过同一个链拿走，用 USB 也可以拿走，对，不用 USB 也可以拿走，我只要输入网站的那个密码就好了，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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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你有私钥了嘛，那可是这个私钥保管这个人不一定会被查到，那检方是不是可以透过公钥，所谓公钥就是银行的账户，那个账户是你在链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检方看得到这个公钥上面，就他可以看到账户上有多少钱，比方说2亿、3亿、5亿、10亿，他就可以问柯文哲说你这里面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不是你的，然后再回去勾稽说这个钱是从哪里打进来的，对，所以不一定要私钥跟冷钱包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有公钥 也可以，可是他不知道钱的轨迹，可是他可以看到整体账户有多少钱，那些感觉上柯文哲如果我知道有多少钱，我就不晓得那个交易来源了，对对对，感觉上这个是一定要被告或是就是柯文哲或者说用透过冷钱包把钱打进账户的人说，只有这两个人才知道。那现在柯文哲如果打死不说，那还有谁会知道呢？就是行贿者嘛，行贿者会知道啊。那这个钱却他可以用财产来源不明，在他没有这个事实的金流的勾稽上，你没有办法解释出来说这些钱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嘛？又不是平常演讲费用什么的，你讲不出来嘛？那现在周刊报道是说，有私钥，然后还原助记词，这个是非常难还原的，除非他真的找到那一张纸，或是比方说有人被交代说他掌握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没拿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找的。那所以检方助记词很难找，助记词跟密码是很难还原的啦，他其实很难破解，他真正要算起来是2的256次方的这个机会，所以真的是透过暴力也很难还原啦，所以真正这个柯文哲，我认为他现在是，很笃定，检方是找不到这些钱，所以他现在这个就闭嘴不说嘛。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是有可能藏在日本、藏在橘子，或藏在其他人手上？我觉得很有可能。所以有可能，因为大家说我有看过有人这个还原的时候是拿一张纸条嘛，只要把那个纸条12个这个助记词还原回去，有没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因为橘子现在在海外嘛，对不对？他儿子也在海外嘛。那如果台湾没有搜索的话，是查不到的哦。查不到，查不到。然后这个钱很可能有这个私钥的人已经把钱搬走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在讲了"搬钱"这个字就是这样嘛，他就是从冷钱包把透过同一个链把它搬走，然后再转到橘子带走吗？转到其他地方。那我自己看过一些研究跟访谈，只要这个钱转三次，你其实就查不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在冷钱包里面很难查。可是我觉得已经图利事实已经很明确了，那贪污事实其实朱亚虎也承认了。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追查，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比较复杂一点。好，所以是不是知道某些事情逃不了了呢？可能这个冷钱包佩奇不知道，但橘子知道吗？好，我们即将要冠廷哦，因为现在今天有媒体周刊爆料说，柯文哲的冷钱包找到了，哇塞，我超惊讶的。说金华城案呢进入查虚拟货币的战场了，但是找到冷钱包。有个什么东西没找到呢？关键金钥助记词这个东西我不是很了解。他说这有点像是那种 password 密码的意思，助记词说很长很长啊，大约是12到24个关键英文字母。我心里想说，我可能6个英文单字我都记不是很起来了，12个到24个单字，柯文哲可以吗？记得起来吗？有在关心我们前进新台湾的观众会发现，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了哈。从金华城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了解到容积率，了解到建筑的法规，现在我们进一步知道了加密货币是怎么玩的。今天我先讲哦，这个独家新闻要不要上车，我们网友跟观众朋友自己决定哦。总之就有记者这样写，现在似乎发现了这个关键的加密货币。简单来讲，有或没有未来等检察官的起诉书，但我们假设这个媒体报道为真，真的有所谓的加密货币在这整个案子当中冷钱包找到了，现在接下去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密码你有没有，密码假如没有的话，你有没有所谓的助记词？好，什么是密码呢？就是所谓之前大家讲的私钥啊，金钥，就是一个几十个字的一连串像乱码一样的字，它的密码可能是大 A 小七三 A， 然后的井字一连串，你根本无法记起来的。我以为这种密码只是自己的生日再加佩奇的生日，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基本上本来的这个私钥的密码就是你绝对不是什么记你的手机号码、身份证字号、生日这种等级的，是一个你背绝对背不起来的几十个字的一个密码。好，那大家讲背源机制，就是说这段密码假如你真的不见了，你有没有背源机制？其实所有的这些加密货币都有一个叫做助记词，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中国他们的网站哦，这个给参考一下。
基本上呢，你密码如果不见，你剩一个备援的手段，可以把你的这一个加密货币找回来。没了就完全没了。简单讲，就叫助记词。什么叫助记词？一般来讲，有12个英文单字，24个英文单字，也有48个英文单字，但以12个英文单字为最多。所以，比方说，第一个英文单字叫 champion。第二个单字叫 drop， 第三个单字叫 insane， 一路这样子下来12个单字，他之后就被排乱，然后让你重排12个，是不是？基本上是有两种写法，有这种是上面直接英文字这样写下来，也有上面标注12345678走下来。简单来讲就这样，这个字当它的这个加密货币产生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拿起白纸，对，把这一些按照顺序把这英文字母全部抄下来，那一张白纸变成是，如果有一天本来那一张密码不见。唯一可以找回加密货币的密码，来，你现在盖起来，我考你，你会背起来吗？背不起来啊，不用考了，背不起来。你要知道怎么找，所以金鱼脑啊，怎么背不起来呢？里面都是钱呢。你基本上，如果你现在 Google、打助记词，网络上所有在操作加密货币都提醒你一件事：这个助记词因为是12个英文单字嘛，不要存在你所谓的iPhone 的记事本啊，不要存在 Word 里面啊。所有这一些有在玩加密货币的，基本上这个助记词最后只有一个合理跟合法跟。自己安全的储存方式就是把它抄下来，可是抄下来是不是会有一张实体的纸？那张纸就是你最后有一天你这一个加密货币密码你没了，这个冷钱包你要把它钱拿回来的关键。所以现在老实说，以目前为止我们稽政看得出来检方在兜这个金流了。假如说有所谓的加密货币，我先讲，媒体看起来有影射嘛，就是说有可能之前柯文哲或他的团队假设真的有收所谓的加密货币，那拿了之后这个加密货币有了所谓的助记词，或有所有刚才讲的私钥，就是所谓的密码，它可以用国外的管道把钱给拿出来嘛？那钱拿出来之后变成现金，那你就不知道那钱哪里来的了啊！所以现在关键就是，到底这个媒体报的这一个加密货币，检方拿到的冷钱包是不是真的？对。然后以及有没有拿到这个助记词？来，我最后讲结局哈，这个12个单字的助记词，如果检方手上没有，会发生什么结果？基本上你输入错了，这个冷钱包就没了。一次、两次、三次，不是我也没有。但基本上你超越，你有红超越防，没有没有，那我有的话，太太要把我杀了啊。那个基本上呢，如果你输入密码错误，通常两次三次了，它就否定掉了，那冷钱包就没有用了，钱也拿不出来了，你再也查不到当时这个冷钱包钱是由谁进去，以及到底有多少钱，就 no 输了，就没了。但是叠对叠时刻到了。你真的觉得任何有一个假设成千上万上亿的冷钱包的人会为了任何理由把这个密码弄丢吗？我会把它抄在所有的纸条里面，放在我所有的柜子里面，以防我记忆消失。没有太多，你会被隔壁的同事拿走，就变他的了。哦，对对对，因为是我的啦。所以那密码只会抄一组啦。那一个密码在谁那？不在柯文哲身上，会交给谁呢？没有，因为看起来没有，有可能在柯文哲身上。为什么？减掉单位可以到查底下币几点金？难道在山赖吗？不可能嘛！对，他为什么不把 USB 丢掉呢？人家常讲说你冲到马桶。可是现在他两面讲说柯文哲助记词没有跟冷钱包放在一起哦。没有放在 USB 里面，说难听点，他搞不好里面有40个人或50个人，那每个人传来，你有没有捐200？你有没有捐100？搞不好有其中有人，比如说瑞德没有，瑞德哥没有捐，那他的名字搞不好就是其中的。我没有藏私房钱。搞不好瑞德哥。没有，可是记录在里面，它就是代表某个号码、某个文字啊。剪掉单位可以查看看，不然 USB 丢掉，现在谁也查不到它、啊。所以我跟你讲，最柯文哲的最佳解，我先讲一切站在真的有的状况底下，真的有最佳解就是这个密码放在某个人那边，而且那一个人真的都没有被剪联给掌握，然后剪联根本无法。柯文哲有那么了解科技吗？冷钱包这种东西连我都不晓得有12个助记词，没有啦，知道其实很好懂啦，就密码不能弄丢了，没有密码就没钱啦，就这样子。所以一定有人帮他设的嘛，那这个东西一定放在别人那边嘛。对，照理讲是这样。那好，现在就是网友讲的没错啦，要钱来要命，选一个嘛，就是说，刚才网友是直接说要钱要命啊？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如果你密码如果都找不到，那有可能这些钱就都不见了嘛。可是如果密码被检联掌握，不就证明你之前的金流，所以很麻烦。好，所以请教冠年，因为冠年之前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有爆个料啊，橘子那个时候不是去党部搬钱吗？你那时候就怀疑党部只是一个代名词哦，而且是不是冷钱包、虚拟钱包的概念呢？这是你上次的爆料哦。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周刊讲什么呢？他说
柯文哲确实有个冷钱包，北一间早在8月30号跟9月27号两波呢，总共77处的地点大搜索就已经查扣了。但是北检呢低调秘而不宣，甚至对外否认这件事情，应该是检察官尚未寻获助记值。好，里面说呢，因为呢只有冷钱包被查扣，没有收到助记值，显示柯文哲的助记值并没有跟冷钱包放在一起，研判早在金华城案爆发之前，可能已经交给第三方人保管，再加上柯文哲没有供出聘码，所以有刻意保护之余哦，让冷钱包的这个金额还有交易记录更加耐人寻味。好，当然我们这个还是希望这个民众党来跟我们做说明，但是是不是你之前有听到这个消息嘞？因为搬这个字就很明显就是虚拟币圈用的行话嘛，所以我一听到搬钱这个字，我就觉得警报就响起来，我想应该是所谓从冷钱包搬到链上，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冷钱包。你怀疑？你怀疑？我怀疑啊。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现在是这样，如果检方有冷钱包的话，可是私钥跟这个助记词放在别的地方，其实这个有私钥跟助记词的人可以把这个冷钱包的钱透过同一链拿走。用 USB 也可以拿走，对，不用 USB 也可以拿走。我只要输入网站的那个密码就好了。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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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你有私钥了嘛，哈。那可是这个私钥保管这个人不一定会被查到，那检方是不是可以透过公钥？所谓公钥就是银行的账户，那个账户是你在链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检方看得到这个公钥上面，就他可以看到账户上有多少钱，比方说2亿、3亿、5亿、10亿。他就可以问柯文哲说：“你这里面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不是你的？”然后再回去勾稽说：“这个钱是从哪里打进来的？”对，所以不一定要私钥跟冷钱包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有公钥也可以。可是他不知道钱的轨迹，可是他可以看到整体账户有多少钱。那些感觉上，柯文哲如果我知道有多少钱，我就不晓得那个交易来源了。对对对，感觉上这个是一定要被告或是就是柯文哲，或者说。用透过冷钱包把钱打进账户的人说，只有这两个人才知道。那现在柯文哲如果打死不说，那还有谁会知道呢？就是行贿者嘛，行贿者会知道啊。那这个钱却他可以用财产来源不明，在他没有这个事实的金流的勾稽上，你没有办法解释出来说这些钱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嘛？又不是平常演讲费用什么的，你讲不出来嘛？那现在周刊报道是说，有私钥，然后。还原助记词，这个是非常难还原的，除非他真的找到那一张纸，或是比方说有人被交代说他掌握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没拿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找的。那所以检方助记词很难找，助记词跟密码是很难还原的啦，它其实很难破解，它真正要算起来是2的256次方的这个机会，所以真的是透过暴力也很难还原啦。所以真正这个柯文哲，我认为他现在是。很笃定，检方是找不到这些钱，所以他现在这个就闭嘴不说嘛。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是有可能藏在日本、藏在橘子，或藏在其他人手上？我觉得很有可能。所以有可能，因为大家说我有看过有人这个还原的时候是拿一张纸条嘛，只要把那个纸条12个这个助记词还原回去，有没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因为橘子现在在海外嘛，对不对？他儿子也在海外嘛。那如果台湾没有搜索的话，是查不到的哦。查不到，查不到。然后这个钱很可能有这个私钥的人已经把钱搬走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在讲了，搬钱这个字就是这样嘛，他就是从冷钱包把透过同一个链把它搬走，然后再转到橘子带走吗？转到其他地方。那我自己看过一些研究跟访谈，只要这个钱转3次，你其实就查不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在冷钱包里面很难查，可是我觉得已经土地事实已经很明确了，那贪污的事实其实朱亚虎也承认了。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追查，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比较复杂一点。